好，各位同学好。那接下来这个 session 呢，其实这两个 session 都是请到社群的 promoter， OK， 来去讲说他 promote 的经验是什么，以及这个专案是什么东西。那有机会呢，各位如果认同这个专案的内容，也可以成为这个专案 promoter。那这次安排两个议题，第一个呢是 MozTW， 就是 Mozilla 在地社群 MozTW， 然后我们请到 Orange 来分享。那本身也是应该是基隆海大的。的同学嘛，对，然后下一个议题我们请到就是 Node.js TW 的那个CISA Chief， OK， 请到 CISA 来讲，就是说 Node.js 这个社群， OK， 这个就是跟 JavaScript 有关的一个处理后端语言，他们是怎么样去做推广。如果各位想要在学校里，想要在社群里做一个社群社团的推广者，那这些经验都值得分享。那我们现在先来欢迎我们的 Orange。大家好，那就是如果你想抓这个 slide 的话，这个 QR code 这个链接可以扫一下。那大家好，我是欧文，那就是一个喜欢写小程式、了解新技术的大学生，然后对网路 Mozilla、Open Web 以及 Open Source 相关都有兴趣。那平常就是在 Mozilla 里面帮忙打杂。那今天主要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就是自己参加那个社群的心路历程以及故事，还有就是说广告一下什么是 Mozilla， 以及就是我参加 Mozilla Lab 以及举办的心得，然后最后就是说社群成员的多样性，就是说参与社群其实不一定就是一定要会写 code， 那其实社群参与就是很多面的。那这边有一个影片可以帮助大家了解什么是 Mozilla， 那我现在就稍微放给大家看。Firefox Mobile and Firefox OS.
Mozilla is making the web open and accessible for all, a place for innovation and creativity. And we're going beyond software. We're helping to build a generation of web makers, helping millions move from using the web to making the web, learning together in a global community. And we're mobilizing people everywhere to fight for what matters to them on the web: privacy, user choice, freedom. A chance to build the web we want together. We believe the web is a place where anyone can come to build their dreams. You can help us build new products and programs. Protect the web and grow Mozilla, because the web is too valuable not to. Join us. We need your support. Make a donation today.那就是总结一下的话，就是 Mozilla 是一个在乎网络自由的组织。那从网络标准啊、隐私权，还有让使用者有选择等。那就我想分享，就是说当初接触的原因。那当初为什么会就是接触到 Mozilla 呢？其实是就是小太可爱，这是小沙，那它是我们社群的吉祥物。那就是当初其实就是说平常就是本身就是 Firefox 用户，那就是说想说就是常常下来的时候就有看到，就是看到小沙的那个波浪啊，就是去追踪。那之后就有看到说就是有办活动，然后就想说就是自己平常是使用者嘛，然后就想说那就去参加看看这些活动来试试看。那软体自由日就是有一天啊，就是让大家来欢庆就是软体自由。那就是我当初是从小沙的官网上看到，然后所以就开始想说，那我是不是要来参加看看这样子的活动？那就是一开始自己就是没有接触过相关的东西，所以就会有点害怕，所以就想说那就试着找一些朋友来。那反正就如果你第一次想要接触相关的活动的话，也可以找一些朋友，那样子的话比较不会那么紧张。那这就是软体自由日当天的时候，那其实就是莫斯有办的那个。其实是一个翻译派对，那就是翻译那个用户词，就是你 Firefox， 譬如说你有问题，你按图案上去会到的地方。那时候就是一个算是有一个小小的竞赛，然后就是关于翻译，那翻译篇文章就可以聊一点。那时候就是我跟一个朋友很努力去翻，然后最后我们就得到那个奖项。那其实那时候就是我其实不太清楚怎么这样，那我只单纯是对，就是觉得说 Firefox 很棒，然后小沙很可爱，然后我就想要试试看，然后接触看看。那当时去接触的时候，我就觉得说，社群里面的气氛很不错，那然后大家都很愿意，就是分享一些相关的经验啊等等。那就是。当时我就是因为拿到最后点数，所以我们就拿到1000 T 恤当奖励。那我是觉得说这一点是对就是一个新加入社群的人来讲，就是得到一些回馈是很重要，就是可能贴纸或什么，就是你在你有付出的时候，然后你得到一个就是象征性的意义，就是说这东西其实它是代表说你曾经就是付出过，然后努力过，所以你就是这个东西的价值就是变相证明。那就是 Mozilla 其实有时候就是会有很多 T 就是 T 恤相关的那个的东西。那它像之前收到的话，就会有一个挂牌上面写，就是说这不是你的 total value， 那它只是那个
它的意义就是不止于12，是因为你自己曾经参与过什么，你做过什么，所以它代表着后面的那件事。那我觉得就是还蛮不错的，就是我很珍惜，就是每一次因为我做了什么，所以拿到什么，然后就是对自己的想象。那时候我就遇到了一个人，那他，然后他就是他叫导演，那就是当时是因为那个就是软体自由日的那个派对的时候，他是在就是有临时有换的地点，那时候就是跟他一起走过去，那中间就交换了一些 IM 来。那之后就是有在联系，然后他就常常带我跟那个另一个朋友去举办一些小聚会啊，然后就是让我们从就是对 open source 相关什么都不了解开始，就是碰就是装 Linux， 然后装 AWS 啊，然后开始学 Git、SVN 啊相关的东西，那就是也很常和我还有那个朋友分享一些新闻。那他就是他，就是当时遇到他，然后他就慢慢渐渐的带我跟那个朋友，就是进入社区，然后我们会开一些，就是譬如说他在做什么专案，然后需要帮忙，然后让我们就是某种程度上是培养起来，就是我们就是会对那个，就是对看到有兴趣的专案就会投入去协助的一个习惯。那当初就是很感谢他，那我就问他说，那为什么他当初会就是要这样子来，就是很花时间来带我们？然后他其实就是说，他觉得说他在最近比较少贡献，然后他就想说，那就有新人他就带带新血。那实际上就是说，其实你作为一个就是 promoter 来讲，就是不管是 developer 还是 promoter， 就是你在一个 open source 专案里面，你不可能就是待上就是一辈子，就是你可能还是中间还是会慢慢的可能有其他事情要做，或者是说相关的，所以基本上就是或者说你甚至是找到其他 open source 的专案比较有兴趣，所以你会需要去找到别人来就是来玩这个专案，这样他才会有去经营下去。那时候就是被推坑去参加那个 Firefox 4Party， 那我还蛮好奇，就是现场有没有人参加过 Firefox 4Party 的这个时候，也就像说还有我，那就是从这个4Party 里面，就是那时候他就邀我们去摆一个小摊，那就是渐渐的融入这个就是看到有兴趣的东西去帮忙，然后就变成说一个循环，然后就是被推坑，然后找到新的坑，找别人一起跳，有这个循环。那主要就是每一次你参与的活动，就是多少，就是你做过的事情多少都会有些结局不一样。然后我觉得每次都就是因为社群其实是很友善，所以就是只要你想要办什么活动，然后就别人就会分享他的经验，说他之前曾经做过什么样子的活动，然后他就跟你分享他当时的经验。然后那时候我就很积极的参与 Mozart Lab， 那大致上就是我觉得 Mozart Lab 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活动。那什么是 Mozart Lab 呢？那我觉得 Mozart Lab 它是一个聊天交朋友的好地方，就是它非常有趣的是，它这个活动形态它本身并没有一个特定的目的。那主要就是让，如果真的要说目的的话，大概就是让对 Mozart 有兴趣的人可以有一个地方可以聚集起来。那 Mozart Lab 可以干嘛呢？就是除了可以聊天以外，就是如果你刚好对 Mozart 有什么东西是有问题啊之类的，那你就可以跑过去问。大部分人都是应该会很热心的去回答。那如果他不知道，他至少也会跟你讲大概哪里有管道可以去问。那接下来就是
做自己事情的时候可以写到别的地方。其实因为它很 free， 它没有一个固定的 topic， 它也没有所谓的就是说自我介绍或什么，那基本上就是大家坐下来，然后就是简单的聊聊天这样子。那然后所以有时候就是常常就是说，哎，我现在正在做某个东西，那可能就是说，就是我需要多一点的意见，那就可能就可以听到很多不同的，因为社群本身就是我一开始讲，就是它不单单只是 coding， 就是它是它很多的不同的面向，所以就是可以得到不同想法、不同的声音。那像是就是之前有一个就是我们要准备就是一个明信片的部分，然后就是有明信片里面就是装一装之后发现有多，然后就是那时候就跟大家就是有讨论之后有一个还蛮有趣的解法，就是他们就是用那个用秤去量那个明信片的重量，然后就可以知道哪一个是多少的，然后就是大家一起做某件事情的时候，就是可以有更多的理解，那就不用就可以省掉很多时间。然后接下来就是聊聊网络八卦的好地方，就是可能就是最近有 release 可能有什么新的 tag 或有什么新的功能啊，就是很好用，然后就可以讨论。那其实也不尽然就是完全一定是跟我们大家有关的，不过大致上不会多言。然后那我觉得 most relay 它是一个就是可以凝聚大家相信力的地方，就是在虚拟就是网络上的见面跟在现实生活中就是有见面聊天，其实还是差蛮多的。那它可以让你就是增加很多很多的参与感，然后就有点像是社团的社窝一样，就是说你去那边就可以找到这些人。然后 Most Hybrid Lab 它的形态其实是非常 free 的，所以它甚至是连报名都没有。那如果你对这种活动的形态很有兴趣，然后你想要试试看就是办这样子的活动的话，你需要做什么？那基本上就是一个好地方，就是基本上最简单的就是说这个地方的人不能多，因为就是通常就是像我前面讲到的，就是说我们并没有就是要报名或什么的，所以变成说有时候可能就会就是譬如说现在外面下雨，然后可能人就变很少，然后譬如说天气很好，然后刚好大家都有空，然后人就会忽然间报到20个左右，然后可能比他们就只有10个左右，有就是这个数字可能会变化很大，所以最好找一些就是人比较少的咖啡厅，然后再来就是场地，就还有价位，这些都是就比较。那主要就是那个要找到就是有基本上就是通常我们会找有网络有插座的。那接下来就是准备好你遇到新的朋友的时候你要怎么样跟他介绍，就是说有时候就是他们会在网络上看到说，哎，你这边有这个聚会，但是如果他看到然后觉得有趣，如果他来之后你不知道该怎么准备，怎么样去带他就是认识社群，或者跟他说，哎，我们平常在干嘛？介绍一些我们自己的专案的话，实际上他可能来一两次觉得很无聊，他就跑掉了。那接下来就是耐心，就是 Most Hybrid Lab， 我觉得他基本上就是一定要有固定的一定的人数，你才能办得起来，就是要不然你一开始在早期的时候你就会很辛苦。那像我自己就是。现在台北场的人数很多了，我觉得大概平常大概都有10个以上，然后人数很多的时候可能会接近20个或更多。那但是像我自己在基隆场那边办，那本身固定成员就比较少一点，所以变成说很长的时间就是只有我一个人有到位。可是就是你要就是所以变成说上面那个准备好专案，就是准备好你要怎么样介绍给新的朋友，这个点会变得更加重要，就是说你一定要就是这样他才只要有人留下来你才有机会，就是他越来越大。然后可是一开始你一定要投入一段时间，因为你不确定就是在你那个区域里面对这个东西有兴趣的人可能是多少，所以一定要过一段时间你才得出一个结论。那如果大家有兴趣参加 Most Hybrid Lab 的话，就是右边有 QR code，
它顺便是一些快网址，那顺便就是可以就是直接找到我们在哪些地方有办。那我目前是在台北、基隆、宜兰还有新竹有办墨斯泰平台。那短网址很简单，就 bit.ly 然后墨斯泰平台。那接下来就是我要分享，就是说，就是为什么，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我有讲说，我就是在墨斯泰打杂，那在这边，然后就是为什么说打杂呢？就是因为在社群里面的东西真的非常的杂，就是如果你很常跳圈的话，那。就是之前我觉得有个有趣的现象，之前办聚会的时候，就是大家就是自我介绍嘛，然后那时候就是说大家都会讲自己在社群里面在干嘛，然后大概十个人里面有七八个人都说自己在打杂，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就是因为，就是社群里面其实有很多东西是跟 code 无关，而且它是不同领域的东西。所以就是会说自己在打杂，那实际上就是会在，但是在这个打杂，就是在帮忙做不同的东西的时候，实际上你是一直在得到一些收获，就是说你会变成说有经验在做不同的事情，比如说像我一开始加入莫斯亚局的时候，其实我并不知道怎么办公控制，那我也不会用，那因为加入了社群，所以我就开始接触，然后而且又有很大，所以就很快就可以就会习得不同的技能。那就是要讲到，就是说社群不只写 code， 就是像我们有一个教育专案的 maker， 那就是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那这是一个教育专案。就是我现在想讲，就是说在社群里面不只是写 code， 那就是那有哪些东西？那就是像是就是刚刚讲到的 Waymaker， 它是一个教育专案，然后还有像是音乐，那你就觉得音乐跟软件，就是跟好像没有太大的关系，其实就是像那个我们之前有做一个小插方牌的游戏。那其中就是有社群的成员，就是帮忙来制作这个音乐部分。那像是文案啊，或者是说程式啊，甚至影片，就是可能是拍一些短片啊等等，或者是说行销，就是行销，就譬如说像我们社群的吉祥物小沙，就是如果我当初就是没有 follow 小沙的部分的话，我可能就不会去接触社群。啊，那。就是接下来就是像绘图，就是
就是像我们活动每次就会有一些活动的图片啊，就是有一些就是有有有有一些视频成员就是又在帮忙我们画一些东西，那还有像手工艺啊，比如说我们有时候会做一些，就是会做一些有趣的那个宣传物，或者是说像玩偶之类的。那要不然就是企划啊，还有翻译，就是很常见的，就是翻译这边我想特别提一下，就是说如果你真的就是对社群里面很多东西，你就觉得说你可能没有兴趣，或你真的不敢去接触的话，我觉得翻译是一个最好上手的一个东西。就是除了我自己亲身经历，就是当初第一次接触社群的时候是在翻译派对上面以外啊，就是说，因为就是翻译你可以去，就是靠着一些网络上的工具，然后很慢很慢的去翻译，但是你还是可以做得出来啊。所以我觉得翻译是一个相较之下比较好上手的东西。还有任何更多，你只要你想得到的东西，就是都可以是贡献这群的东西。那就是只要想得到就并没有局限。就是有时候甚至是你去参加定期的聚会，比如说像我刚刚讲过 Serve Lab 嘛，就是那你只是定期的去那边坐聊聊天而已。可是实际上就是说，譬如说现在想办一个某个活动，或者是说我想要做什么专案的时候，我就可以得到很多很宝贵的意见。那这些东西就是都很重要，所以就是不用特别，就不用不好意思。那加入社，就是我觉得加入社群其实就完全不用担心自己不会什么，就是因为就是光是你能提供意见就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贡献。那接下来就是踊跃发问，就是说因为就是我前面提到了，就是说社群其实就是你不可能就是做一辈子嘛，那基本你迟早会就是可能会东跑跑西跑跑去试不同的东西，那基本上就是大家也是差不多，就是所以大家对那个新的朋友，或者是说你对某个地方有兴趣的时候，大家很乐意把自己所学到的或自己之前的经验就是分享给大家，所以就基本上就是只要你有任何想法，然后问就对了。就算这东西在台湾没有或怎么样子的，那本身基本上我想也大家就是社群的朋友还比较急，就有可以帮你去说，跟你讲说哪里可以找到类似的东西，比如说可能是群。就是国际的专案里面之类的。那然后社群里面有很多不同领域的人，然后这样子讨论的时候经验讲起来，我觉得也非常有趣。那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找这个 QR code。那这是到我们的那个，是到我们社群的那个网站，就是有介绍一些简单的。就是我们目前有在 run 哪些专案。然后大家有什么问题吗？那个 Q 啊，或者画面太快了。OK。是的。大家有问题吗？那个模子在台湾是有公司的嘛，对不对？那他们的工作人员有去参与这些社群，然后大家玩一下什么的吗？我想一下，就是该怎么讲？就是在公司那边，就是他们有些公司的成员会来参与我们的社群的一些活动，比如说像是我就是刚刚提到的 Skype Lab， 那基本上我应该可以，就是在那个 Skype Lab 的时候，就是有一些公司的成员就会参加，或者是说
就是在这样，在我们的那个就是邮件群组上面，就 mailing list 上面，就是有公司，就也会有一些讨论。然后就是，那公司跟社群其实就是。应该讲说，就是公司是有配的，然后我们基本上我们家都是一样的，只是他们只是我们是没有拿薪水的职工。喂，哎，我补充一下，其实我觉得某些讲都是很多自由人力专案都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了。我觉得用我个人的观点，不是代表 Mozilla TW。这样来发言啦，那其实就是说，像现在很多自由人营专案啊，我看起来都像是三位一体哦。什么叫三位一体呢？它可能有公司、有基金会、有社群，这三个东西我们可以把它视成是一个大的一个，不管是一个 Mozilla 或是一个什么东西，比如说 Linux Foundation， 也有 Linux 一个 Foundation 跟 Linux 的社群嘛。那 Linux Foundation 其实同时又做一些看起来是盈利的事情 ，OK。所以说其实这是一个国际上的趋势啦。那变成是说，像以台湾的状况还蛮有趣，就是说台湾是先有社群后有公司嘛。社群大概2003、04年开始到现在，已经有10年以上的历史啦。那公司是2011年的时候才在这边设立的。那所以说基本上就是说这个这是一个现况，这是现况。所以说从社群角度来看，当然觉得说公司人是不是来参与或什么之类的，因为社群。久的这样的情况，对，所以说其实这也蛮符合，就是说很多自由软体都是从先社群开始，然后接着才会看，如果有公司面向需要去处理，那就会开设一个公司来做这样子。好，那如果没有其他问题的话，我们就热烈掌声谢谢 Orange 带来的一个。